车玩的也是一门学问，跟着旅杰一起用脚独立行，旅途台湾就在三立。怎么说，我也是老师啊，我嘛现在课在讲分啊，哎呀、啊。你说不能只录两分钟？不是，你知道，彰化历史是这样子的，从彰化可以看出一个国家的文化。你知道，台湾人社会我们最重视的就是家庭伦理，所以通常我们都是用家人来羞辱别人。好，例如说，比如说台湾的国骂，我要与你母亲发生超友谊行为的。可是你去看欧美国家，他们最重视的其实是宗教基督教，所以他们彰化通常是用神来骂你 ，God damn you， 上帝诅咒你 ，Go to your hell， 下地狱去吧。那当然，这种脏话对台湾来讲是一点杀伤力都没有，因为我们是多神性的。对，比如你跟人家吵架，然后对方很生气，决定用脏话骂你，有没有？我的三太子会处罚你，有没有？一点 feel 都没有，有没有？但是一样啊，你的脏话在国外其实也没有杀伤力，有没有？你跟他讲，我要你母亲发生超友谊行为，有没有？他问你说，那你要问我妈同不同意啊？